哎，阿干你好，新年快乐！小朋友们新年快乐！在吃饭啊？你怎么来了，小严？过年我来找你们拜年，之后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你先吃饭，吃完饭我告诉你。还有就是这里是我给小朋友买的一点小小的礼物，你也就收下吧。你买了这么多啊？不多，就是两件衣服。还有里面的话有些也是我妈买的，前面她看到小朋友、阿姨之后她想给小朋友买点礼物。对啊，这不行这不行，来你赶紧收下吧，不要跟我客气知不知道？不要跟我客气。不是，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上次都买了很多了。哎，不多，这就是一些小小的东西。我们在大山里面穿的话很容易脏的。没事，你就先收下收下收下，浪费了。收下收下，来吃饭吃饭，你先吃饭、不用管我。要不你先坐吧，你先坐吧。好。哇，你们在吃什么？在吃土豆啊？没有什么菜了。怎么没有肉啊？我们中午就随便吃了一点。你吃饭了吗？我吃了，我吃了。你不用管我，你先吃。要不我给你盛一碗吧。不用不用不用，你先吃饭。吃了饭，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啊？你先吃饭吧，吃了饭我跟你说。好。来，小朋友你好。来。小朋友你好。好，你要说。哎，你好。吃来，你们先吃饭吧，先吃饭，不用管我啊。好。你说吧，到底什么好消息啊？你是不是找到他了呀？没有，我没有找到他，是另外一个消息。我先给你看个视频吧，来，你先看吧。来。啥呀？你先看吧，你先看一下那些评论。这个是前面。我不是来过两回吗？两回之后我都记录了你，就是我把他们发在了网上之后呢，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就是网友的一些关注，有很多人给你转发了出去，你可以看下面，之后也有很多人也在下面评论，他们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所以的话今天我就上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感觉我还是想征求一下你本人的同意。这么多啊？对。这些是评论吗？对对，这些就是评论。你看到没有上面的文字，他们都很关心你。啊，你别哭呀，你怎么哭了？真的不好意思，我对不起，就是我不知道你会这样。啊，真的不好意思，我没有争取到你的意见就把它发到网上，真的对不起。我不发了行吗？我马上把它删了。你先不要哭啊，别哭了别哭了，真的真的对不起。没有，就是我看到这么多人的评论就是特别的感动，就是没有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有暖心的人，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么多人给我评论给我转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从小的话爸爸妈妈不在，从小的话爸爸妈妈就不在身边，然后现在你也看到我老公又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全世界就是有的就只有我的孩子，知道吧？但是现在的话突然感觉就是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面的感觉。你有没有就是想对一些网友说的话？就是 你先调整好情绪嘛。就是小严他把我第一个视频发到网上的时候，应该很多人就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了，认识到我了。但是我特别特别感谢的就是愿意伸出手帮我转发呀或者评论的这些人都是特别有爱心的。还有就是我在评论区呢就是看到很多很多就是说要给我帮助啊什么的，给我打气的，给我鼓励的。但是的话我的话确实生活的话可能没有比别人好，但是的话我也是有手有脚的，对不对？有儿有女的，就是我能把自己的日子就是说过得好，知道吧？能把好好的把自己的孩子养大，所以说你们真的不用为我担心，
而且我也会积极向上，我也会好好的去生活，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行吧，那就我今天的话就回去了，我的话还有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啊。等一下，你今天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好呀。然后我家里还有，你看你手机，我家里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我自己家里的东西，然后你送一点回去给你阿姨吧，因为阿姨都给我还在买衣服。啊，不用不用。然后你又买了糖的，你先坐下嘛，哎，我去拿，你先坐下。啊，真的不用。你这是干嘛？这个是腊肉。带回去吃。哦，我带这么多，我不要，真的。还有这个，我怎么可能会带这么多走呢？你家里都现在这个情况了。这个是花的。我不可以这样做。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川贝母，随时都能用得到的。我带。你这么多川贝母很贵的，你这么多，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拿去卖。真的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我现在都走了，我现在就走了。你走不行啊，你今天不带走的话就不能回去了，你都买了一次两次，买了这么多东西了。啊，真的我不需要。啊，没事，你带回去给阿姨。你这么多太贵重了，我把这个花都带走可以吧？没事，这些东西都可以。我腊肉这么多，这特别是个川贝母。哦，你这样我实在是。我真的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下次我都不敢再来了。你每次来都没有带东西回去，然后你又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我每次只收你的东西，真的特别不好意思。然后这也是不是什么贵重的，这就是一些自己家里面的，所以说又不花钱了，你开心吗？好吧好吧，那感谢啊，我替就是我妈感谢你，谢谢你啊。来吧。行吧行，谢谢啊，那我就不坐一会儿，我不坐了，天色也不早了，我还要赶着回去呢，路上还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呢。那你小心一点啊，路上。行吧，那就再见啊。小朋友你在干嘛？我在画画。你在画画？我想起来，我刚才还没有给你妈妈钱，你把这个钱给你妈妈好不好？我不要，我妈妈说不能随便乱拿别人的钱。是妈妈把这个东西卖给我了，我就搞忘记把钱给她了，你把它给妈妈啊，好不好？好的，拜拜啊，你注意安全啊。